是你 Core。你打开了这座灯塔，是吗？用库尔的方式。可以。走吧。说吧，是你把他带来的。我对解释这件事毫无兴趣。你在这里见到的人在哪？三分钟。你过来做什么？处理他太费时间，暂时目的一致，所以还有一些谈话空间。在送你离开后，我在这里收到了师父的信号。我也不清楚，在确认你安全离开后，我就开始追踪师父的信号，然后我顺着他的信号进入了整个灯塔的集中网，发现了很多位置代码，我才确认他们的信息。时间到了，研究荆棘石板对引爆能量有法，转化机器，他问你的是将引爆能量转化并储存的原理。我没有储存，自始至终都是将引爆能量转化。开启，所有的灯塔应该都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吧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们必定是在开启第一座灯塔时给出了暗示。这个建筑只能通过 evolve 能量波动才可以被开启。那些被收集的能量就储存在对应的灯塔里吧。
圆锥模型。你们是上一个世界的文明吗？时间不对。还真是绝妙的计划。把你们的代码和禁制替换掉，既然能匹配我们的语音和文字，这种事应该做得到吧。你不需要承担任何罪过。加长的时间是为了追赶时间，整条轨迹都是偏移的，所以引力更大，缩短了时间。别说那些废话了。不需要，没那个时间了，我来处理。没必要，我可以做那个引导。虽然这座灯塔熄灭了，但依然保留着储存的遗忘能量，也依然和其他灯塔连接在一起。不难，而且有人已经提前把门打开了。在使用了这些能量后，所有的灯塔会发生什么？灯塔计划这个名字是谁起的？我们出去走走吧。这应该不是你最后一次循环吧？那这个时间就没必要节约了。等你回到几个小时前，我会重新开始的。我走，带我们回炼影室。咦，太吵了。
你总能做一些天马行空的事情，习惯了。所以我们才是共犯，很合适。想抓我可没那么容易。没关系，到时候我们有许多别的事情可以做。我好像不记得自己拍过这样的广告。你说，光和影的存在，究竟哪一个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？我有种预感，这次事件结束后，你无法开口说出的话，我就可以得到答案了。没关系，无论什么时空，无论重来几次，我们都是共犯。我永远都知道你需要什么，我本来就是你的另一份力量。